儿好像上新了，那咱们回头一块看看去吧。嗯。长眼没？玛丽，先不跟你说了，这个。长眼没？啊？不是大哥，这咱们俩是互撞的，你不能这样凶我呀。互撞的？还戴个墨镜，你能看见啥？啊？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两三万，你赔得起吗你？我看你这衣服就像地摊上几十块钱，你跟我说两三万，你哄谁呢？你还还嘴是吧？我告诉你。刚才碰到我衣服了，你看，都起球了，赔钱。哇，你这衣服啥做的？这么容易起球？赔钱，别那么磨叽。你说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不会，赶紧别磨叽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就轻轻撞了一下。再说了，你这衣服什么做的呀？那么金贵，轻轻撞一下就起球了。让我赔钱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哪你也走不了。没有，赶紧给你打家人打电话，送钱来，三万块钱少一分都不行，快点！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钱你不拿过来，你看我咋弄你了！我告诉你，这一片都是我造的地盘，不拿钱试试？你造的地盘是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叫啥？你敢说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现在打个电话，那人立马就过来。跟你说，今天你不掏钱，你就甭想走。看见那边工地没？那都是我包的工程。啊，我都不想说出来，我怕吓住你。哼，原来那是你包的工程啊！你敢说你叫啥不？我告诉你，还问我名字，怕我说出来名字吓死你。说呀。啊，看见没，路遥啊！行，路遥是吧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你一无所有？你让我一无所有，哼，试试啊！行，啊，等着。还挺狂，哎呦！喂，哥，你们工地上有个叫路遥的吗？对。今天他撞着我了，让我赔他三万块钱。你说这种人，咱们还能要吗？行，好。哟，还在这儿跟我装啊？那我信不信我打个电话，我给你叫过来点人儿？你叫啊！我告诉你，到底给钱不给钱吧？给不给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叫人，你给我等着，别人一过来啊，你自己怂了。喂，喂，路遥啊。哎，领导怎么了？你和我公司签订的合作取消了。取消了？为啥呀？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撞到了一个人？撞到一个人？啊，咋了？那是我妹妹。你妹妹？对啊，不会吧？这像你这种没道德、没素质的，不配和我们公司合作。别啊，领导，这啥也别说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忙了。领导，喂，原来是还赔钱吗？不赔了，不赔了，这就是个误会。这还叫人吗？这就是个误会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我这。在工地上一定就对工人们就这样。不是的，是的，这就对不起啊，这你跟你哥说了情。晚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哎，知道错了。这我干的都叫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快点，有时间迟到了。来，给那师门
桃子，哎，咋了姐？这家里没酱油了，姐给你10块钱去买瓶酱油。哎，行。桃子，我让你买的酱油呢？钱丢了。钱丢了？怎么钱怎么会丢了呢？就在手里，不知道怎么就掉了。走到超市门口的时候就找不到了，就没买到酱油。唉，那先生吃饭吧，家里还有点，我明天再去买。发现瓶子里面有10块钱，一看我就纳闷了，
但是我也没有太多想。但是第二天我又捡到了10块钱，我就在那边悄悄地等着，然后就看到了你妹妹桃子，她每天都往那里面塞钱。当时我实在太穷了，那10块钱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，就没有好去揭穿她。真是太感谢那个小姑娘了，如果没有她当时帮助我，不知道我女儿学费还有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。现在这半年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我就想要好好报答报答她。我有了自己的公司，还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，但是现在人在啊。桃子啊，今年都大学毕业了，他这段时间在外面忙着找工作呢。找工作？我现在公司发展挺好的，很有前景，要不让你妹来我公司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哪有不好意思的，他人品那么好，半年前如果没有他帮助我，我现在这公司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有呢。那真是太感谢您了。那等桃子回来以后，我问问她的意见。行，我们公司选人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品。像桃子这么好的人啊，她来我们公司也是我们公司的荣幸嘛。这妹妹从小就心地善良，看我在那捡垃圾的时候，偷偷把钱塞给我，充分顾虑了我自己的感受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她能来我们公司，肯定比我们公司蓬荜生辉的，能够大展宏图的。要不您中午在这儿吃顿饭吧，这桃子也快回来了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那怎么好意思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当年他是你的恩人，但是现在你是他的恩人。哎呀，大哥你就坐这儿吧，我去给你做饭。